大家好，我是崔家祥校长。新年就快到啦，相信大家都会同亲友团圆，享受丰盛的菜肴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与此同时，在世界不同的角落，有很多小朋友仍然处于饥饿的状态，难以温饱。我们很幸福，处于香港一个生活富足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有更加大的责任和更大的能力去改变一切。由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减少浪费，珍惜身边的食物，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农夫和渔夫心存感恩。请大家一起参加鱼享午餐结伴同行计划，等你们一起实践零饥饿的世界大同的。到时见。